有请EHANG智能首席战略官徐华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EHANG智能首席战略官徐华翔。今天非常有幸来到我们美丽的青岛，在青岛创新节上，我将为大家分享我们EHANG智能全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无人驾驶飞行器。这款飞行器，它将彻底改变我们出行，改变我们的生活，把城市的一维交通上升到三维立体交通。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一个发展情况。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体积面积越来越膨胀，人口的增多，城市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交通为例，城市的拥堵现在是不堪重负，像一些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拥堵越来越严重。平均据权威数据显示， 平均人们的通勤时间从以前的十几分钟上升到现在40分钟，然而它的平均的通勤距离也只有8-9公里。如果能够有一种新的飞行器来取代我们现在的地面的交通，这势必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交通的压力。其次，我们看到城市的空气环境也越来越恶劣，由于尾气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造成的温室效应， 给城市增添了很多的烦恼。那如何才有一种绿色的环保的出行方式呢？这就是我们要告诉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全自动的无人驾驶电动飞行器，EHANG216。从商业角度来看，未来全球的 UAM 城市空中交通市场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蕴含的潜力巨大。 据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行的最新研究显示，到2040年，全球 UAM 城市空中交通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在此之后将迅速上升到9万亿美元到2050年。然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在全球的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市场上将占据大概 30% 的一个市场份额。 自古以来，人类对于飞行的梦想和飞行器的探索从未停止。中国的上古奇书《山海经》里边记载了一个神奇的机工之国，国度里的人善于制造飞车，用于出行。这也许便是人们对未来出行探索的一个起点。在此之后，在美国的《大众机械杂志》1957年。 在封面上刊登了一款飞行汽车，然而这只是一个概念级的飞行车，它并不是一个现实，但是也表达了人们对飞行的一个期待。然而，在将近60年之后，同样的《大众机械》杂志的封面出现了由我们EHANG智能研发的EHANG184全自动无人驾驶飞行器，这是一款全世界第一款无人驾驶的全自动飞行器。 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个改变和无限的遐想。接下来，我将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EHANG216的飞行器的主要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飞行器，它主要的特点是无人驾驶、安全备份、实时互联、绿色环保。无人驾驶意味着它可以把直升机或者其他飞机的成本降低，因为它不需要飞行员，它 可以搭载2名乘客去到你想需要去的地方。其次，它有非常安全的保障，它有提供了动力冗余。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飞行器有16个螺旋桨，即使在4个螺旋桨或者5个螺旋桨停转失灵的基础上，这款飞行器仍然可以把乘客安全地降落在地面。
这样的安全备份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导航系统有四套导航系统，它不光有 GPS， 还有咱们中国的北斗，还有那个 GLONASS， 还有 Galileo， 四套导航系统无论哪一套出现失灵的情况下，其他的导航系统可以自动切入，保证飞行器的安全。我们飞行器还是一个实时联网，通过一个 4G 或者 5G 网络随时实时地掌握这个飞行器的信息。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飞行器实际上是一个机联网，是一个 5G 的一个应用。最后，我们的飞行器它是一个绿色环保的，因为它是由全电力驱动的，它没有任何尾气的排放，所以它能够代表未来我们交通的一个趋势。从自动化管理 的角度来讲，我们EHANG智能率先在全球提出了平台化、网络化平台运营、集群化管理的这样一个理念，并且在2016年在广州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全自动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网络指挥调度平台，在一个网络上远距离的操作我们的飞行器，按照既定的航线安全的飞行。具体的应用场景来讲，我们的飞行器可以广泛的应用在城市空中交通、旅游观光、医疗救护和应急消防救援等等。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飞行器最新的这个消防飞行器，在我们EHANG 216的基础上，它搭载了6枚破窗的消防弹和一个超过100升的那个灭火溶剂的水箱，在高层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的飞行器可以迅速飞临火灾现场，在500米或者600米的高空对高层建筑进行实时的灭火，并且我们这个飞行器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消防的演练，包括在我们的青岛。从我们的飞行的记录来讲，我们的飞行器现在已经创造了全球最高的飞行记录，我们的飞行足迹遍布全球11个国家，超过40多个城市，进行了20000多架次的安全飞行。接下来我想带给大家一段视频的分享，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飞行器的真实飞行场景。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震撼的真实的画面，
看完这段视频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比较激动，对我们的飞行器也有所期待了吧。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运营方案百线计划。从今年开始，我们公司推出了一个百线计划方案，就是针对以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进行网络化的布局，在广州、贺州、深圳、肇庆、三亚等城市先后开通了常态化的试运行航线。在国家民航局的指导下，我们积极配合，希望大力的推进商业化的进程，把我们的飞行器带入千家万户，带入各大城市里边，让我们的服务成为一个网络。从《山海经》里边记载的济公国的飞车，到美国飞行汽车的预言，从一航184到全新升级的216，一航智能正在将人类飞行的梦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未来以来，科技改变生活，我们期待空中交通的未来始于现在。谢谢大家。